港台电视播映香港最高级别职业足球联赛2023至24年度香港超级联赛，11支顶级球队全程投入，争夺港超联冠军宝座。4月18日星期四凌晨0時30分，标准流浪对李文，暂时排榜首嘅李文领先第二嘅杰志1分。今场作客标准流浪不容有失，而主场出击嘅标准流浪又可唔可以俾到惊喜球迷呢？香港超级联赛，港台电视32为你播映。